假装是你刚刚没举手的，假装是你速度不够快，对不对？给你台阶下，但是速度不够快，代表你还没有完全的弄清楚、搞明白，秒秒间如法施修的重要。所以这会儿从此回去以后，是不是秒关了？不是过分钟啊，不是过小时，不是过天的，过秒的，就是这样。哦，每一件事情，你的好好，现在的努力的去做，都是在保护自己，在为自己开路，在给自己有着光明的未来。你千万不要说做的是为导师啊，你千万别这么说，是不是？就这样，能够搞通，就是你的财富。好，你说一三一四，你度了几个人？你想通，那是你自己的事，你自己的财富。你想不通，一三一四自己去了，那也是你自己去了。还有可能一三一四都去不了的，也有这种人，大有人在，是不是？所以像福分是要自己帮自己多抓一点进来，是不是？就是这样。哦，自助、人助、天助，水到渠成，水要到啊，渠才会成。水不到，你挖100个水沟也没用，呵呵，是不是？但是水到了，那个连水沟都不用，哎，是不是？你就看到，哎，水流了哇，是不是？一条原来也不知道是哪来的渠就来了，所以哦，有没有不能够骗人？那一定是真功夫，哦，所以各方面的方方面面。所以今天从开头讲到现在，在讲什么？在讲生活面、修行面、灵命面的什么务实？务实啊，很重要，否则就是如梦幻泡影，是不是？刹那间、弹指之间就都变了。所以稳扎稳打，是不是？实修实练。不是口号，是事实，必须守住。哦，很多细微的观念，你说在危急的时候，为什么他会想得很清楚？因为实修实练，这没办法。就像考试有没有？你说一句话，突然你学了啊，那老师说好，快点，等一下全班人要讲一遍。你没有实际的练。好，导师，那个你说那个老师跟你讲说，在班上，好，现在大家自己心中练习一下，5分钟后啊考试，你闭着眼睛乱念的，念是念，是不是？你觉得念好了，等下突然要考试的时候一片空白，还是真的，一步一步的念，念熟了，这样那个老师说要考试的时候，你说哎呀好简单，这就是抉择，抉择，听懂了吧？所以抉择错就是步步错。